家的话，就是把这个写完之后，基本上其他的表达验证的这个原理都是一样的啊，都是按照这么写的啊，都是按照这么写的。那么有一点不同的是什么呢？我们这个表达验证是什么？需要每一个通过才行吧？有一个不通过，我就不让你点这个按钮吧，你点这个按钮就失效了，是这样的。比如说这个通过了，但是这个没通过，是吧？那么你点注册还是不行吧？我必须你每个都合法，是不是这样的？那么每个的话都按照这个来写，但是的话需要把它们关联起来吧？关联起来是怎么关联的？那么就这个里面是吧？这里面啊，它是怎么做的呢？它是定义了什么？五个变量，是不是这样的？这五个变量怎么样来存这个状态吧？存这个状态啊，存什么状态呢？比如说这几个写法都是不是都一样的？看见没有？都是这个 blur 的时候 check 是吧？然后是 click 的时候 hide 是吧？ blur 的时候 check 吧， click 的时候 hide 是这样的，这样子的吧？啊，好，这是 blur 的时候啊，这是 focus 跟 click 应该是一样的啊，跟 click 是一样的啊。好，然后的话它怎么做的呢？这个是那个什么，这个多线框的是吧？多线框的时候点击的时候啊，点击的时候如果是就测试它有没有打勾啊，是这个稍微有点不一样，就是这个是吧？测试它有没有打勾啊？好，如果是打勾的话，这个应该就是这个是，如果是 true 的话，这个表示它打勾了是吧？一是 check 就判断它有没有打勾啊。如果是打勾的话，那么这个什么呢？就是等于 false 是吧？然后它的话就是 hide， 那个提示的文字叫 hide 吧，是不是这样的啊？好，然后的话它是用什么呢？用这几个变量怎么样？用这几个变量来存它的状态是吧？如果是通过的话，那么这个变量就是 false 是吧？通过的话这个变量都是 false 啊，没通过的话都是 true 吧？看到没有是吧？包括下面这个地方啊，好，没通过的话就是 true 吧，通过的话都是 false 吧，这是通过吧，是吧？没通过是 true 啊，通过是 false 啊。好，下面这个也一样是吧？密码的是吧？是不是也一样的啊？没通过是 true， 通过是 false， 是吧？然后这个是测试这个再次输入密码，它实际上是跟上面那个比较就行了啊，跟上面那个进行比较啊。如果是是一致的话就是什么呢？是一致的话就是 false 啊，不一致的话就是 true 是吧？好，最后的是判断这个 email 也是一样的啊。那么最后一个是什么呢？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submit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点击这个按钮的时候会触发它的默认行为吧，就是 submit 的这个事件吧，触发这个默认行为啊。那么点击之后怎么样呢？把它再 check 一次是吧？把它再 check 一次，就是最后再 check 一次 check 里面的这个值，然后来改变这些值吧，改变这些值啊，改变这些值。那么在 check 完之后怎么样呢？就保证这些值所有的值都是 false 才行吧，所有的值都是 false 之后就每一个都不出错，就是每一个都不出错是吧？看一下啊，这个什么，它是等于 false， 然后 end 吧， end 是什么意思啊？而且是吧，而且它也不出错是吧，而且它也不出错是吧，到最后怎么样，所有的都不出错怎么样才什么 return true 吧， return true 之后怎么样，它就可以提交了是吧，就可以提交了啊。否则的话什么 return false 吧， return false 啊，那么就提交不了啊，就这样的一个原理啊。那么就是说用一个变量，每一个给一个变量，然后什么把这五个变量把它关联起来吧是吧，这最终是把它们所有的东西都关联起来啊，用在一个整体的一个判断是吧，判断之前把它们几个怎么样再 check 一次。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验证了这个输入的时候，这个输入是吧，这个我没输入，或者是什么呢，我只输入了这两个是吧，输入了密码和确认密码我没输入，它一开始也没反应是吧，然后再输入邮箱，输入邮箱之后我直接点注册是吧，点注册之后这两个压根就没有触发吧，它是不是没有什么 check 啊，所以说最终怎么样还得 check 一次吧，就不管你有没有 check， 我最终怎么样四个再跑一次是吧，再跑一次啊，好，这样子啊，跑完之后然后就判断这几个值最终他们都等于 false 之后怎么样，我才让你提交啊，否则不提交啊。好，这个的话就是这个表单验证的这个什么呢啊，表单验证的这个原理啊，好，表单的原理啊。那么基本原理大家都清楚啊，就是说大家可能还要需要再什么理解一下这个啊，这个应该也好理解，就是用变量来存状态，最终判断这几个变量的状态啊。
都通过的话才让你通过，有一个不通过就不让你通过啊，这样子的。好，这个就是关于表单注册的一个原理啊。其实我们的这个什么呢，这个正则怎么样，把它拿过来直接用就行了吧，是吧，拿过来直接用啊。其实我们只要记住几个就行了，比如说一个用户名，一个邮箱，一个密码就完了，实际上实际开发中就这么几个啊，其他的也不怎么验证的啊，你就用这几个你就会用了啊。关键是你要会写这个什么，会写这个什么，这个什么逻辑吧，是吧，会写这个方法啊，大家写过一次应该就没问题了，我觉得啊，没问题了。好。